是一个 DT668 的蒸汽火车头。那么这一个游折呢，里面的四样很重要的这个收藏物，包括我们特等站的月台票，还有个人化的邮票，还有搭火车游小镇的集章，还有车站纪念章，可说是一次满足所有的铁道小镇历史建物的朋友。好，那我们请我们所长官贵宾来，我们在这个张贴邮票之前呢，帮我们看一下前方摄影机，来留下一个珍贵的画面。我们请所有的长官贵宾一起来看一下右前方好吗？好，我们请所有长官朋友来看一下左前方。好，我们等一下，我先请现场来宾跟我一起从三倒数到一，我们请所有的长官呢转身，然后把这个邮票呢贴在这个邮折上。好，来，现场来宾跟我一起倒数来，3、2、1，请张贴，掌声鼓励。我们的邮折呢正式发表，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可以来预购，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更多民众来搭乘火车游台湾，一同来回味历史古迹。好，我们请所有长官给我们站到我们的邮折后面好不好？我们请所有的长官来贵宾，我们一起站到我们的邮折后面来进行你留念。这次我是不是请我们所有长官呢？我们比一个赞好不好？代表呢，我们这个话说，这个铁道游者呢，有声游者呢，有铁道游台湾的游者呢，最棒了哈！我们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我们再次请下所有的贵宾朋友来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机。好，再次请大家看一下左前方。好，我们可以回到中间，让大家来捕捉一下最后面的珍贵画面。好，谢谢，我们谢谢所有的贵宾。那我们请秦议员以及我们的文化家，我们先行回座。那我们请四位贵宾，我们先行留在台上哈。那么紧接着呢，因为呢，中华邮政相当感谢这一次这个合作伙伴付出的心血结晶，因此呢，特别要邀请我们江总经理来代表中华邮政致赠三位合作伙伴，代表象征意义的邮折。好，我们请总经理，我们先上前。总经理跟，来，我们请总经理跟局长来，我们先上前。好，我们的总经理呢要赠送给我们张局长的是这个编号0000跟0199两套邮折，也就是这一次的中华邮政提供200套邮折给台铁局，并且呢是提供了第一个00。我们请局长把它打开来，我们的邮折打开好，里面有编号，好，编号0000的这个邮折哈，来象征呢200套的邮折呢，特别是70号0000赠送给台铁，我们掌声鼓励。好，谢谢，我们谢谢张局长，那张局长请先行回座。那么紧接着呢，中华邮政的张总经理呢将赠送呢周局长的这个是编号668，好，668，原因就是我们这次这个邮折呢的封面是 DT668 的这个蒸汽火车，因此呢我们特别赠送周局长呢编号0668来象征呢感谢呢观光局非常努力的来推动我们的铁道观光。好，好，因为周局长说那个压下去会有这个火车嘟嘟的声音哈。好，谢谢，我们谢谢局长跟总经理，那我们也请周局长先行回座。那么最后呢，将由江总经理呢来代表中华邮政致送给我们郭董事长的是这个编号1688。OK， 好的，邮折1688。我们希望呢祝福我们立益基金会在慈善事业的工作呢一定要持续的进行，一路888哈。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谢谢两位台上贵宾，那我们也请两位贵宾呢先行回座。那么呢，这次我们所展出的呢这50幅的画作呢，是一共有29位之。